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42回。此地景象奇特至极，从地面三四百丈以内，全都黑乎乎的一片，被一层浓稠漆黑的浓雾给淹没着；而地面三四百丈以上，则灰蒙蒙的一片，到处飘荡着淡灰色的魔气。两者之间的界限分明，仿佛阴阳两界相隔一般。韩立神色一动，低头呢往自己下方望去，只见下面大山只有小半部分露了出来，大半呢则深陷雾海之中，只能模糊的看到四十丈以内的东西，而且树木山石等景象均都是模糊异常。再往下探去，则是漆黑一片了。见此情形，韩立略一沉吟，瞳孔就蓝芒一闪，施展出了明清灵目的神通。顿时啊，黑色雾海数百丈内一切变得清晰了起来。不过韩立眉头还是一皱，最底处的百余丈处仍然朦朦胧胧，灵目没有办法直接洞彻到底。至于神念往下方扫去，只能深入数十丈就被排斥而开，甚至他身处的高空中，在那些灰色魔气阻挡之下，神念四散而开，也不过笼罩离许远的样子，根本不及灵目神通好用。如此一来的话，可就有些麻烦了，万一碰上擅长隐匿的高阶魔兽，即使他也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发现的。韩立暗自有些嘀咕的思量着，先贤子，可以将要去的地方告诉在下了吧？啊！这个时候，岳宗一转头冲京族女子郑重问道：“这个自然，现在不告诉道友，小妹又怎么会雇佣岳兄当向导呢？”京族女子笑了起来，随即啊，单手一翻转，一块早就准备好的石片冲岳宗飞去，被岳宗呢单手一抓，就将此物射到了手中，往额头上一贴，闭上了双目，神念沁入其中。韩立已经确定附近没有什么魔兽，从四周呢升回了目光，在一旁淡淡观望着岳宗的举动。啊，竟要去这个区域，那里可是山脉外围的最深处了呀。片刻之后，岳宗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，神色呢变得凝重异常。岳兄曾经数次侵入过真正的山脉深处，带我们到此区域怎会有问题呢？听到此言，仙仙却轻笑道：若不是魔气爆发之期，自然绝对没有问题，可现在嘛，进入如此深的地方可是要冒一定风险的，并且这区域离入口处也颇远，路上肯定不太平的呀。岳宗叹了一口气说道：只是可能冒一定风险，又不是肯定会遇到高阶魔兽，我们既然到了此地，自然不可能半途而废的。那道友对魔金山脉比较熟悉，如何过去以及走哪条路线就全交给岳兄负责了，小妹只求能在十日左右时间内到达此处。仙仙笑吟吟地说道：哼，仙子倒是对我放心的很啊。岳宗闻言苦笑了一声，随之下意识的望了韩立一眼。三个人中啊，修为最高的就是韩立，再加上先前显露的惊人的神通，让这位魔金山脉最出名的魔兽猎人自然敬畏有加，需要啊先询问一下韩立的意思。我也没有什么意见，岳道友尽管拿主意就是了。韩立自然知道对方的心思，微微一笑的说道：韩前辈也如此说了，那晚辈就不客气了。若是直线直接穿越到那边，自然风险太大，但要是沿着山脉最外围过去，虽然安稳了许多，可时间可能有些来不及，无法在十余日内赶到，
如此的话，我们只能再选择一条中间路线而行，这样的话危险可以降低到一定程度，也能按要求到达。岳宗思量了一下，如此说道：好吧，就依岳兄之言。仙仙呢是一口同意道。韩立没有开口，但是点了点头。于是岳宗又和二人呢仔细的商谈了一些细节，并叮嘱在山脉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件事情之后，三人顿工一起往前方遁走了。就在他们离去不过一个时辰的功夫，在附近另一处地方也从雷电世界中冲出了四人来。四个人呢先是小心的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就聚集一起啊嘀咕了几句。一名练虚中期的黑脸大汉大手一挥，四个人各自掏出了一面法盘，往另一方向飞遁而去。就这样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，每隔一两个时辰呢，总有人冲进摸金山脉当中。他们有的孤身一人，有的数人同行。其中人数最多的，自然还是那名归姓男子带领的外来人。其次呢，就是严姓老者等一群雷云镇本地的修炼者。不过这两伙人一进入山脉之后却一哄而散，并未聚集在一起行动。三天之后，摩金山脉的某处低空中传来了低沉的爆裂之声，只见数团车轮大小的白光同时爆裂开来呀，化为了一片白蒙蒙的飓风，风中尖鸣之声大作，无数风刃在其中呼啸激射。下一刻，几声惨叫从飓风中传出，随即啊，数十节毛茸茸的残尸从空中直坠而下，转眼没入下方雾海中，就不见了踪影。扑哧一声，飓风仿佛泡沫一般的溃散了，空中现出了三道人影出来，其中一人呢，单手托着一颗白色圆珠，脸色凝重，正是岳宗此人。旁边的韩立神色淡然，双手抱臂悬浮在空中，而仙仙此女身上呢却多出了一件淡红色的战甲，肩头则出现了一只通体乌黑但是嘴巴火红两眼金灿灿的怪鸟。清淡了一口气，这岳宗啊将手中的圆珠一收，附近还残留的一些劲风彻底消失不见了。有些不对劲儿啊，岳宗低沉的说道。不对劲儿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碰到了几只低阶魔兽吗？先前几天我们又不是没有击杀过其他的低阶魔兽。仙仙奇怪的反问道。若是普通的低阶魔兽，那自然没有什么不妥的，但是关键是这群魔妖以前从未在外围出现过，一向在山脉深处生活的，这种飞行魔兽和高阶魔兽三头换是半生关系，其中一种出现之后，另外一种啊也会出现才对的，所以呢刚才我才没让二位道友出手，并且全身戒备的。岳宗解释着说道。会不会此魔鸟原本就会单独行动，只是岳兄第一次见到此种情形呢？仙仙一愣的说道。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的，这种魔妖是山脉深处最常见的魔鸟，不光是我，这种魔妖的这种习性以前无数进入山脉之人也都知道的。岳宗连连的摇头。就算出现了此种异常，又说明了什么呢？韩立目光一闪之下默然问道。这说明啊，要么这群魔妖半生的三头欢已经被死了，并且呢没有办法及时找到其他三头欢，他们无法在山脉深处生存，才被迫逃到这里来的。要么呀，这群魔妖被其他比三头欢强大的多的魔兽强行驱使，才违背习性的出现在此地啊。岳宗沉吟了一下，这才慢慢的说道。哦，岳道友觉得是哪一种啊？韩立笑了一笑，不以为意的问道。第一种的可能性非常小，毕竟魔鸦在低阶魔兽中除了飞得快一些
算不上强大，一旦失去了三头獾的庇护之后，他们不太可能从山脉深处活着跑到此地的。山脉中的其他魔兽可不是吃素的呀。月宗肯定地说道，如此说来，这些魔鸦被其他强大魔兽驱使到此地的，而我们被这只魔兽盯住了。韩立双目一眯，一缕寒光闪过呀。哎，恐怕是如此啊，而且这只魔兽灵智应该不低的。月宗肃然地说道。那月道友觉得我们下边应该如何处理此事？仙仙黛眉皱了起来。我们呢，先加快遁速，看看能否甩开此魔兽。毕竟此兽有了灵智，出现此地也许另有什么原因。这实在不行，也无法甩开的话，也只有击杀此兽了。否则的话，万一此兽招来其他魔兽，或者始终坠在后面，都是心腹大患了。这也是有韩前辈在此，晚辈才敢如此建议。换成晚辈一个人的话，只能另行设法了。不过那种办法非常耗费时间，不适合我们此时的情形啊。月宗笑了一笑，并奉承了韩立一句。韩立听了之后，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没有直接就此说什么，而是那头颅一转，冲一旁的仙仙问了一句，仙仙子，你觉得月道友的建议如何呀？啊，月兄对此地魔兽的了解肯定在你我之上的，而也含胸神通，只要不是圣阶魔兽的话，应该都不足为惧吧。仙仙嫣然一笑，二位道友都觉得可行，韩某也没有其他意见的。韩立摸了摸下巴，不置可否的同意道，既然如此，我等马上行动吧。可惜在我们飞遁没有办法太快，以免啊引起其他魔兽的注意，要不然全速之下，只要不是擅长飞行的魔兽都应该能够甩开的。月宗有些遗憾地说道。他这话倒是不假，韩立不说了，不但遁速飞快，并且青色遁光还无声无息，一副大有余力的样子呀。月宗的足下多出了一对白色的法轮，白色光霞闪动之间，遁速之快丝毫不在炼虚阶之下。而仙仙此女呢，则手中多出了一面金色小幡，她灵光闪动之下，化为了一道淡若不见的金虹，一个闪动就可到了十几丈外，遁速之快竟然直追韩立。三道遁光破空飞行之下，瞬间呢就在天边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而几乎同一时间，大约十余里外的一座小山下方啊，黑色雾海深处，原本黑乎乎的一片的地方，忽然血光一闪，同时亮起了十里之鲜红欲滴的妖目出来。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韩立三个人一口气儿飞出了数百里远去，甚至在路上惊扰到了某个山头上栖息的一窝幽黑的飞鼠。这些魔兽体积大了十余倍，样子酷似松鼠，但是呢，背生一对蝠翼，同时口中獠牙毕露，显得凶恶异常。当然了，这等低阶的魔兽自然不会被韩立放在眼中的，甚至不用韩立出手，仙仙就身上无数金芒骤起，暴风骤雨般的激射而去，一下子将这些魔化的飞鼠身体打的是千疮百孔，直接的一命呜呼了。但是看到此景，月宗却没有露出什么喜色出来，反而再向前飞行了一小段路程之后，足下飞行法轮一停，冲其他二人轻叹了一口气。仙仙子，韩前辈，哎，我们不用再向前飞了，那只魔兽始终跟在后边，而且遁速也不慢，单凭我们现在的速度是没有办法甩开它的。你能肯定此事吗？
青光一脸寒冽，也从遁光中现出身形，开口问道。同时呢，脸上现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异样。不会有错的，我虽然法力不高，但是在感应和追踪魔兽上，自问还是有些手段的。月宗肯定地说道。仙仙听到此话，神色有些阴沉了。韩立呢，则一时之间沉默不语。其实不用月宗证实，他也很清楚，在后面七八里远的地方，的确呢，有一头魔兽紧追不放的。别看他神念无法放出如此远去，但是明清灵目望去，还是能够洞穿魔气，看到此兽模糊身影的。既然此兽始终藏在下方黑色雾海中，并时不时的躲在山头下方，但是那楼房般的巨大的身躯又如何能够藏得真的是无影无踪呢？经过了刚才的一番试探，韩立针对月宗这位魔兽猎人有些信心了。看来对方能多次安然进出魔金山脉，是真的有些本事的，难怪仙仙此女会一定要雇佣此人的。韩前辈，看来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布个圈套，将这名魔兽击杀了。仙仙望着韩立，谨慎的问了一句。布圈套何必这么麻烦，既然此兽想打我们的主意，过去把他杀了就是了。二位在这里等我片刻。韩立淡淡的说道，忽然背后青白光芒一闪，一对晶莹的羽翅浮现而出，双翅啊只是轻轻的那么一扇，顿时呢一声霹雳传来，韩立化为了一道青白色电弧弹射而出，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一下子到了数百丈外，在一声低沉的雷鸣之后，电光就彻底消失在了无影无踪了。青族女子和月宗见此有些发呆呀。韩前辈要一个人去对付那头魔兽，虽然那头魔兽不可能是圣阶的，但是一些高阶魔兽的神通厉害异常啊，甚至一般的同阶修炼者都远远不是对手的。月宗喃喃了一句，醒悟了过来，但是有些担心的样子。既然韩前辈如此自信，应该有把握吧。仙仙缓缓的说道，似乎对韩立呢颇有信心。月宗听了这话，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是眉头仍然是皱了一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传来了几声轰隆隆的巨响，随之呢一声惊怒的大吼爆发而出，但是吼声马上一变，惨叫之声大起，随之呢又是戛然而止，远处再次寂静无声起来。这种诡异的情形啊，让月宗和仙仙不禁是面面相觑了。再过了片刻，在二人均都有些不安的等待当中，远处空中灵光一闪的一道青虹激射而来。是韩前辈。月宗一见遁光颜色，大松了一口气，但脸上的表情却有一丝怪异呀。仙仙这个时候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呢目光闪动不定的望着远处射来的青虹。破空之声一响，几个闪动过后，青虹就到了二人头顶处，随之的青光一脸，韩立现形而出。月道友看看这是什么魔兽，样子有些奇特呀。韩立说完，一条手臂一挥，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带着一股血腥之风直抛而下。月宗一惊啊，不加思索之下，单手冲此物一点，顿时呢，那东西在半空中滴溜溜一转之下，就此浮现在了那里。金族女子忙凝神望去，赫然是一颗魔兽的头颅，足有脸盆大小啊！猛一看，毛茸茸的，长了两只圆耳，酷似猿猴头颅。再往前面一望之后，又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背后生寒呐。此头颅脸孔竟没有鼻嘴等东西，同样布满绒毛的脸颊上赫然长着十几只半闭半张的血红妖目，这些妖目啊大多瞳孔流血，并且目中满是惊恐之极的诡异表情。多眼魔，
竟是此种魔兽。这种魔兽天生就精通迷惑摄魂之术，即使在魔金山脉深处也是非常少见的。哼，怪不得那些魔鸦会被驱使了。日宗一眼就认出了头颅的来历，骇然之下又有一些恍然了。多眼魔，或说此兽为何一开始就不停地眨动这些怪眼，原来是打算冲我施展摄魂之术。哼，对我施展此术算是他不走运吧。韩立嘿嘿一笑，不以为然地说道，不过前辈也算了得呀，一去一回几乎一盏茶的时间不到，就将这只高阶多眼魔斩杀了。此兽不但精通迷魂之术，本身另外几种神通也诡异非常啊，即使比此兽高上一两阶的人碰上也大感头疼的。月宗神色仍然有些怪异地说道，是吗？这个我倒不知道，我根本没给他留出施展的时间，而且这只魔兽法力也不过介于上足七八阶之间，算不得多强大吧。韩立却淡笑了起来，神色之间根本就没有把这魔兽放在眼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43回。